大家好，我是美不止一种定义的队长瑞米王新蕊。今天是我们成立这个团队之后训练的第三天，然后我们现在的进度呢，已经把所有的舞蹈学完啦，正在扣动作，然后明天迎接我们的考核，让队长过来看一看我们。然后我现在的信心非常的十足，非常十足，但是这个十足呢是盲目，咱们就是说自信一点。具体原因让我们回到第二天训练。舞太累，就是体力支撑不了完成好的动作。对，我觉得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咱们那个伴儿。哦，真的吗？我们的动作是学完了啊，节奏是考上了，就是那个伴儿啊，就是有一点不对头啊。哎，我觉得现在我们组最大的困难就是我们组没有一个就是跳 hiphop 或者哪怕 urban 跳 urban 的都没有，然后我们现在想要去抠啊。去抠动作或者去练习，对，练习我们的份儿就没有一个标准。其实会有一个，我们的唯一的标准就是那个视频里面的老师，那个老师挺棒的。对，然后他又不在，他没办法教我们，现在我们就只能靠自己的摸索。先把对，我靠自己的印象，这个动作我的印象里面他以前可能是什么样子的，其实还是挺困难的。我们现在我觉得就希望我们能够跳整齐先吧。嗯，明天我们的内容就反正就是练词练嘛，然后把那个力量啊、那个发力点啊怎么样的，今天晚上回去就多听一下音乐吧。我觉得就脑海里面顺一下动作。好的。在经过了一晚上的调整后，我们打个招呼。嗨。我们应该是脚跺跨。然后今天我们结束了第三天的排练，然后明天就是等待导师给我们来看我们舞蹈来进行一个小的考核。所以有没有信心啊？有，当然有。有没有信心？有，必须有。然后请期待我们组，我们会带来不一样的风格。然后明天请看我们的装扮，绝对是 so beautiful， so perfect， so so。就是 so different， so cute， 卡哇伊，有哇伊，耶，就是蛮 amazing 的。Yeah. 然后，所以我们明天就祝我们考核顺利，九朵花，考核顺利，圆满成功。Yeah. 对，我们真的以后都是九朵花，可以，对，我们现在非常有气势，九朵。好，我们最后介绍一下自己是什么花，来，西西，我是那个彼岸花，我是那个栀子花，我是那个小雏菊，来，美女，我是那个白玉兰，哇，我是那个红梅花，哦，我是那个向日葵，我是那朵玫瑰花，我是那朵辣。我这造型有点配不上玫瑰花。你是那朵，我是那朵，我是那朵喇叭。好，然后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请支持我们九朵花。呀！然后我们明天见，明天我们会得第一名哦，再见。嗨，大家好，我们是。每天都要更爱自己哟。今天是我们第二天训练了，第三天了，第三天了，我还在昨天。今天是我们第三天了，第三天训练了。然后我们今天把所有的舞蹈全部给扣完了一遍，然后动作合了几遍，然后我们也脱镜跳了几遍，虽然就是还有一些些不足的地方，但是我们的心是齐的，就是这个，你怎么那么的为什么那么不肯定我，说很对，说很对，说很对，就是我们会越来越棒的，加油。然后我觉得我们现在是也算是大致已经抠了一遍了嘛，然后大家也比较认真，我觉得因为我们基本上我们所有人都没有起舞经验嘛，所以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新的一个挑战，所以希望以后我们可以更加的努力，然后超越别人给你们惊喜这样子。
然后因为我们组就是可能别的组已经有了就是编排队形之类的嘛，但是我们可能还得再等等，因为我们想先把现在的这个部分先做好，然后再往下就是再进行更改。嗯，因为我们这个部分可能也会比别人慢一点点，但是我们也有就是我们也有尽力的就是想要把这个舞蹈跳齐，然后希望大家也可以多多鼓励一下我们。来，我靠前一点，来来来，换个位置，换位置，开心开心开心，完事了，下一位吧。今天都说了两句，往前来一点，就蛮开心的今天。我们俩随便说两句，来吧。我们还有，来，欢迎吧。我觉得，我们的歌是粤语的歌，所以，现在也很好的状态，但是，更好的话，粤语的意思明白的话，我们的跳舞更好的，就是明白意思的话，我们会跳得更好。今の状況は、結構みんな一人一人踊れてきてて、だけどもっと良くなるなって思うのはやっぱり一人一人の個性が前に出たらもっともっといい感じになるなと思ってるので、やっぱり私がもっともっと中国語を喋れたら姉ちゃんたちに意味とかも詳しく説明できるんですけど、今の私の中国語力が全然足りないのでやっぱりそこも今の私の問題点かなっていうのは思ってるので、もっとお姉ちゃんたちに何だろう、こういいアドバイスとかもこうお互い共有できるようになったらいいなっていうのも思いました。虽然一直没有听懂，就是他说大家都是很有个性的人，就氛围很好，然后说如果自己的中文能更好的话，就能更好的把这歌词解释给大家，这样大家能更好的理解了。已经很能理解了，已经很好了，我们都能，他只要懂一个区块一个区块就够了，大概意思。OK， 那这就是我们第三天的 vlog。夏一打个板吧。每天都要更爱自己哟！三二一，打！拜拜，拜拜，拜拜。Hello， 大家好，我们是潮流队哟。好的，这是我们的第二天的训练日。我们非常的顺利，大家感觉怎么样？爽，超爽！就这个 feel 倍儿爽。行，然后累吗？不累，不累，累什么累？累什么累？累吗？累吗？还可以再转十圈。呀！来了，来了，来了！我觉得我们完成的是非常效率，大家配合度非常之高，非常之高，非常完美。所以我们应该是进展最快、最顺利的一组了吧？然后但是我们也不能太骄傲，我们要花更多的时间把质感跟细节全部都练起来，对不对？我们要做有质感的 girl， 对不对？好，来，我们一人说一句话好了，来，从露露开始， come on。 我是港风美女。好，来，米娜，加油加油耶。你们好脏啊，港风美女，加油加油耶。就说一下，对，就说一下我们的态度，表达一下每个人的态度好吗？ Let's go， 重新来，干起来，干起来，播不了，啊，真的，加油加油加油，好嘞，来，米娜，耶，哦，可以的，耶，可以的，耶，来继续，我们是最棒的，一样，我们是最胖的，啊 no。OK， 我先来喽。我们是最好看的，我们是最帅的。到你了，思雨啊，不是那个 Seven，Let's go。你不疲惫，宝贝 ？No， 你不疲惫。加油！最想说的就说出来吧。我们是干饭最多的。来 ，Seven 来说一下。加油！你可以的。没有关系。我们就是大家剩下的时间，大家一起帮助他完成好吗？好，OK， 来下一位，来下一位，我们是最快乐的，耶、yeah! yeah! ！好，下一位，呼呼，加油，耶、yeah! ！别的不
说我们是最有态度而且最默契的一组了，是不是？没有，是没关系，我们明天继续加油。再见吧。就是画像，就是我们的乔依依，还有我们的龙珠妹妹给我们画的，我们还有自己的小画像，是的哟，耶，对对，然后我真的觉得非常的感动，是吧？当时我看到那一刻，我觉得是真的让我感动了，眼泪都快流下来了，一眼就认出了自己，皮肤最黑的那一位，还有芭比给我们带来了汤圆。其实觉得我们这一组的真的是大家都好有爱，很有爱。对，就是嗯，他是像一家人。等一下，还有毛毛带来橘子，还有Suki昨天的蛋糕，苏毅给我们做的小礼物。大姐好，哦，谢谢，这两个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是这个巨好吃，这个我多买了一个。这个是鲜奶小方，这是鲜奶的，都很好。情人节快乐！耶！是每天都有惊喜，有很多好吃的。让我做鸭子蛋爪子，你就带写个字画吧。我就不带来了，我们就把锅放在我们的寝室自己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很就是训练也很非常的愉快，然后我们分工也特别的就是速度，然后我们就把我们所有的动作也抠了，然后还有挺齐的，我觉得还是挺满意的啊，因为我们大家每个都非常的棒，对吧？棒！其实这支舞也是就真的很难，我觉得，因为跳齐舞的话真的很难，就很多人都很有挑战，大家已经很棒了，大家跳完一遍都是。好，你最后一个动作是什么呢？好，然后我们称之为什么？无氧运动，无氧运动。这支舞就是完全不给呼吸的机会，对，就在蹦蹦蹦。那好吧，我们今天的训练结束啦！希望大家考核一切顺利。干就完，我们就需要拿第一，我们只需要拿。
两七，来我两七五两七走，谢谢你又有四季。好了，看看。说呀，你说呀，戴老师，好，三二一，凹凸凹，我要不是大家好，好香，好嗨的，今天我们结束了一天的排练，排练，对，我们是第一个组手的，对，第一结束的，是的，而且我们的队长非常的英明，就是说咱们今天晚上必须要休息好。对，今天才能跳呢，好，有效训练。对，我们已经排这支舞排了两天了。对，嗯，是的。但是我怕我们现在把话说得太满。没关系，没事没事，咱们别说太满。咱们谦虚点，咱们是什么？咱们是 swag， 咱们是态度，咱们就是要把态度摆出来。咱们等一下，谦虚，你等一下，咱们的效率排。咱们大李老师，你嘴巴怎么了？你们的训练室叭叭挺好的吗？对，说一来这个镜头面前讲话就不行了。是的，你小心节目组把你那些就是视频全放出来。其实第一天的时候，然后我们就把这个八股的任务很自然的给到了大力老师，然后他一个人八完，我很快速的，然后赵树然就带我们练，就是大家分工都很明确，但是也没有我们提前说好，就是这样子，就一切都很自然，我们剩下的人就是非常的配合。是的，是的，是的，我们只需要配合学习。对，本来。第一天我和李晨嘉义那个范儿也不对什么的，然后大力老师也说了，小孩子我都搞得定，你们肯定搞得定的，然后我们这两天大家都休息得很好。对，真的什么节目不对，我们练得也很好，这两天大家都很努力。咱们就是有效练习，咱们就是睡好觉排好舞。是的是的是的，觉得我们 swag 都行了，都行，咱就是一整个就是比你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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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我说九首歌应该只有这两句词儿，对，比你牛。不是，还有那个兔胜利的味道你闻到了没？胜利的味道你闻到了没？咱们别说太满，然后希望各位导师明天看完我们的舞蹈，对不起，全都表演，看完我们的片段舞蹈片段之后啊，对不起，希望各位导师看好，再来一遍，好，我们好，三二一，再来一看，好，等一下。舞台上的编排，舞台上需要注意的东西，对，今天的小亮点都需要老师态度表情记一下。哦，对，表情亮点，表情说一下，表情我太难把握了，希望各位老师就是多多帮忙。表情管理，还有希望那个各位导师告诉我能怎么样跳 swag 发力的时候嘴巴不要歪。我每次嘴巴好歪，然后表情好凶，是一种态度，对，一种态度，不是。歪嘴是一种态度一样。好，然后就在这里拜托各位导师。好，三一，拜托。